间谍就不会现身，因为你一现身我们就逃。结果没想到间谍现身的当下，宝石在他身上，没错。因为我刚才想去的，国王如果死掉的话就不能投票了，对，所以先杀。二零有八个、啊，复活是可以投回去，但是也会有一千分，就是至少、欸。那国王的书果放在箱子里面，其他人拿可以用吗？应该不行。试试看啊，应该不行。如果可以，就是 bug。现在是啊，就他应该是设计成让国王只有国王用啦，这样比较合理。嗯，我说要这样就其实也不错啊，就是你间谍至少再怎么样有没有，你还可以一发入魂的话就可以赚一千分。嗯，而且你知道中间有一度那个恶灵一直在下面修东西，然后我要摘一张给他，我就不能做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做事就很明显是我了。对啊，就也正因为是这样，所以就一直呈现着一个两难状况。我心里真的很怀疑他自己，他也没有露出决定性的破绽，就也不好说。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，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巧克力、欸，对啊，对，我们一开始以为巧克力，对啊，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巧克力、欸，我是真的被你炸到了，你那一发，不是你刚过来的时候，我想说。巧克力有这么温和吗？他平常不是会 往死里打吗？为什么打一下然后就跑了？没有，那一次是想要配合哈记，因为他说他有炸弹，想说那我就去诱敌。哦，但你们讲到哈记其实就是，啊、我的炸弹是要给他们的。我中间还拿六颗炸弹去给那个。幸哈记一波看看，然后他又有一点炸，又有一点没炸。而且中间有拿到中间珍珠，哎、欸，又有真的回来给，这你知道，就是一个很模棱两可。到底有没有呢？六六六！你知道为什么刚刚后来一直在那炸吗？因为我后来丢那个 TNT 给杠杠，我就跑下去当做什么不知道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什么声音？上面怎么了？”然后在这个刚刚在炸，哦哦哦！哦打你的炸弹炸、啊！我刚给的。而且重点是哈吉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还想说，先不要相信他，先观察一下，他说不定是观察一下，就是假装自己是间谍，其实是来杀国王的间谍哈吉六六六啊，觉得怕、啊。来下一场，你说最近这几次哈吉当到间谍几率很高了吗？真的，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。二零终于把那个修掉了，终于，终于把它弄掉了。他是当不了间谍的 bug。没有，他是加了那个投票新模式，忘记把它改回去了。你这样的地图和哈记玩的这么开心了。好，来团结一条心。惨了，下礼拜第一个应该就被怀疑了。没有，第一天就被投了。我希望下礼拜不要再让我当国王，每次国王都好错啊。那以后要跟随自己的心，怀疑就投了。嗯，开场先投一个。哦，不是啊，不是每个人都像小雨一样有魔力啊。欸、可是刚刚发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刚刚繁星不是在炸我吗？结果他的手榴弹丢到地上的时候，不是瞬间会有一个苦力怕跑出来，然后死掉，然后他直接死掉、欸，哎，然后直接死掉，对啊，不是不是我直接，因为我刚刚弓箭射到那一只苦力怕，结果那颗手榴弹就没爆，我不知道，对，苦力怕被射死了，对，苦力怕被射死了，或是你挥刀其实有时候也可以把它砍掉。真假的、啊、那一瞬间刚好把他打死，那一瞬间原来有这招哦，好酷哦。之前就想说那到底是伺服器延迟还是砍死的，没有，这其实是故意设计的、啊、屁啦，很少啦，那个你的音调已经透露出你在装。他丢上来的时候我刚好放箭啊，然后结果就射到苦力霸了。你今天地图有问题，你安静。一叮叮，要不是没有那个问题，可能现在已经差距很远了。你输了就别嘴，认命吧。你最后还没抽到扣250。对，你知道最后二零还想要玩，就是最后第三天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想说哇输了二零，没有没有，还可以。现在虽然不能那个交易，就是东西不能给，但是还可以跟那个村民交易。如果买，
买到那个扣你们分数的话就可以赢了。哇！如果中的话，不是哇，会尖叫哎、欸，会大叫哎、欸，就有一种他各种在钻漏洞的感觉，直到漏洞那边钻。还说那个钱那个没嘛，互相给没关系，把那个鹅卵卖就可以了。哇哇！原来刚那么久没有按，是因为这个啊？这不是漏洞，对，最后赌一波，赌哇！就让观众来。阿基，你这个怎么那么近？故意的、啊？没有，压抑啊，被人敲掉了。好，把它放回去。好。我闻到了，好爽啊！你终于如愿以偿了。我连做梦都梦到我是间谍。太夸张！不是啊，你已经当过间谍很多次了啦，怎么还会梦到？意犹未尽，没玩到。对了，没玩到。嗯，而且你无敌是不是放很多次啊？炸你好多次都没死哎、欸！我不知道，有时候就是没爆到，对不对？其实十秒钟还蛮长的。我十秒？不是啦，是那次我没放，他刚好在我旁边放那个 TNT。TNT， 哦，你说没炸死他？对啊，刚好吧。嗯。这个是我下一集的封面，记得去看哈。我看戏。那个那叫什么？地下城什么邂逅那个？啊？哦？嗯。那个在地下城期待什么什么邂逅错了？星球邂逅错了还是什么的？邂逅。因为我跑去地下城玩了。哦。他已经变成勇者了。刚刚那个笑声，刚刚那个很厉害的笑声，对，不知道那个巧克力笑声，不知道看影片。哦，这边会看巧克力影片，应该就是十一、二零、二零啊啊？怎么？把巧克力的影片关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阿信，你盖这个也太远了吧？那怎么那么远呢、啊？你要开去哪里呀、啊？天边，他们会飞。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啊，要不要？从这里跳过去吗？对啊。那我下面放史莱姆。哪边跳啊？让他们用弹。哎、嗯欸，哦，他们可以从高处跳下来。怎么跑啊？嗯，这什么东西？没有，这个箭头是幌子。对，箭头是幌子，看他们有没有注意到旁边的水，看看有没有注意到实况台。这史莱姆跳不到吧？跳到啊！观众场是幌子啊。对啊，观众场对吧、啊？就算跳得到，也是假的。哎，跳得到吧？好像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大跳可以吧？我跳不到。喂，不行。你有看到一堆观众从旁边落下去。嗯，观众农场。哎、欸，那这样的话，观众农场这边要让他们能进去啊？对啊，这样子、啊。那把那个，我们自己要先去。这样子不行。我觉得下面要放玻那个蓝色玻璃耶。有没有？这样看起来，从上往下看也是蓝蓝的。哪里也放蓝？对啊。那个挡水的地方，我来放。哎、欸，二零啊，有没有一个按键可以自动生成跑酷的、啊？手工才有那种诚意。好蓝。哎、欸，水都掉了。水没了。哎、欸，汪汪。完了。哦，我要一下。再放一个。好了。哎，不是说蓝色玻璃吗？你怎么放这个？哦，好，整个我是说下面放玻璃，不是旁边放玻璃。你看，从上往下看这位就看不出来了。不要再放了啦，等下摔死。这什么邪笑？哎，哟，
今天的跑酷好像蛮好玩的哦，稍微简单一点。哎，我们要站这边看，我们要站这边看。才有才来看巧克力吗？我怎么能够跑到那个？没有，刚一个小意外啊，接关一次。那投币十块钱、啊。有我给了那个这个伺服器的伺服器组。哦，好好。杠你在干嘛？杠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我盖一个。算了，自己跳了过去哦。哎，但跳错了，偏到一个。你看到终点了没？你好心机啊！等一下，等这个跳。会摔死哦。嗯，你先走。快走。变道了，我就故意好巧、哦，我还故意站这边有吗？打脚脚，三二一，哎，下去了，他在想来又是真的吗？骗小孩游戏，好坏哦！喂，白痴，我这里我现在没东西吗？哎，我觉得你跳下来会摔到玻璃耶。哦，只有一根玻璃而已。然后我刚好就从旁边削下去。我太苗条了，所以跳好，他自己可以跳跳看、啊。没有，那个是我要放指示牌的，我要指示他们走左边。哎呀，有人跳下去了！哎呦，刚才巧克力跳往下跳，他就跟着看到了。嗯，哎，巧克力到了。变粗了，细一点啦、啊。刚刚不是有人掉下去？宝石之国的，可能那个月神来了。所以要钟声那一些吗？钟。哎、欸，对。等一下。那个叫逃狱，逃狱了。谁逃狱了？他们有些逃狱了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我看到熟面孔了。有 bug， 哎呀，谁？阿纪耶，是阿纪耶，阿纪参加观众场了哎、啊，你假的？对啊，你看、啊、他在跑了，你害我空欢喜一场哦，你是说不好说，不好说，嗯、啊。一拳赶快选对呀、啊！啊，哦对呀、啊，要选对啊，我都忘记了。在哪里？啊，打下去吗？啊，这什么东西？从上面跳进去。我打到墙壁。那个红色、蓝色、黄色，你喜欢什么色？嗯，我看看你们是什么颜色。哦，黄色好。啊，我们是黄色。我们是黄色。是吗？我靠！我怎么看你们是红色？哦，你刚刚到底在说什么颜色吗？刚不是说黄吗？哦，地图啊！你喜欢什么颜色？那有没有绿色可以选的、啊？你刚刚选过了。哦、那红色。我怎么选红跟绿？为什么？哦，暗示着些什么呢？而且还是鲜绿，有没有？绿色结束之后，里面就是红色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怪怪的哟。那还会不会黑色啊？四千分，好，随机国王，开始啦！太久啦。嗯，他就要当国王了，好可怜哦。No， 不要。嗯，今天一定什么职业都有的啦。对啊，全职高手。职业。好啦，开门啦，拉我们进来啦。喂、欸。你看这个国王佛心哎、欸，人那么好。真好，哎呀。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在 TP 他们、啊、一个 TP 的时候。好好。嗯。哦，今天突然很喜欢盖彩绘玻璃。